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 的淑英，我是流氓。讲到 Street 的话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的包装非常的简洁，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它里面它加的都是有机认证的植物原料，它散发出来的疗愈香气超舒服的。这三瓶你都用过吗？我只能说现场这些是我带来的，这就是我的私脑物。这个是给敏感肌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油水平衡的，不用乳化就洗得很干净。这一瓶也是他们最经典的产品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这个，它是卸妆膏的形态。然后当我卸完妆之后呢，在这个换季的时候，其实我比较会选择的就是当然这个精华油，我对它超有兴趣的，因为它里面是以玫瑰精油做基底，它是用独家调配的黄金比例。还要推荐你平衡净白精华液，它其实分子做得非常的细，有点像是类千岛精华，你可以在后面搭配的保养步骤，它会更容易被吸收。早上保养完之后呢，我就会再接着擦修饰乳霜。其实这样子把均匀的肤色调整完以后，你粉底的用量就不用那么多哎。对对对，周年庆的区域这边，我先攻的是这个，就是洁肤油。然后它去年的周年庆的时候呢，它两罐是90%的优惠。今年为什么？谁管它，反正就是先囤，这个就很重要啊。自己买起来自己都觉得安心。对。通常只有内行人才会知道，你就可以带底妆，还包括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修饰乳霜，你就是一起凑满3200，那他就会立刻赠送你凝光蜜粉，他只送不卖哦。鼻子开始出现油光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，这种还有镜子，你感觉不出是一个赠品感。好喽，大家听清楚了没？就是这些，身为一个 three 控，一定要入手的。在周年庆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趁这个时候把握，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有这些优惠，然后还有提到一些很经典的商品跟一些新的话题商品，就在这个时候购入是最好的选择。